第十八个。李文，对不起，186天了，我还是没能带着宝宝逃出大楼。楼下的活尸越来越多，已经把大楼围得水泄不通了。整栋大楼似乎除了我和宝宝以外，已经没有别的幸存者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宝宝很健康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那场毒雾在你离开后不久就散去了。也许是全城人都已经被感染了，所有的工厂企业都已经停止了运转，大街上的车辆也都已经瘫痪了。哦，对了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就在半个月前，一架救援飞机从大楼上空飞过，虽然他们没有发现我，但是我相信救援部队一定还会回来救我们的。李文，我心里好难受，我真的好想你。
别过来。我不会伤害你的，我只是需要你的帮助而已。哦，我叫胡柏林，就住在楼上，这儿不安全，你得马上跟我走。你别过来！我让你别过来！这儿不安全，真的不安全，你得马上跟我走。他应该是饿了。孩子的妈妈呢？不在了。这就是你救我的原因，想让我给孩子喂奶。叫什么名字？亲。我们也会变成活尸的，对吗？不会的，也许救援部队正在赶来的途中。不会来了，那场毒雾连续了三天，大部分的人都被感染了，没被感染的也都被活尸感染。你和我现在不都还活得好好的吗？这座大楼里还有多少生还者？除了宝宝和我以外，你是我见到的最后一个活人。放心吧，我不会看着孩子饿死的。不过首先母亲要吃得好，脖子没有奶水我也帮不了你。你应该知道的，
猪蹄汤、鸡汤这些是最好的发奶食物。如果实在没有，豆浆、牛奶也行，但一定要加糖，没糖我喝不下去。对了，我有洁癖，见不得脏乱，所以麻烦你把这个脏乱的房间收拾一下，因为心情不好也会影响乳汁分泌。切记，别让我有一丁点的疲劳感。出来。水是不是你用完的？对啊，鱼缸里的脏水而已。要不是特殊情况，这种水我也不会用。脏水？你知道这脏水能让我们多活多长时间吗？我警告你，这里没有洗澡的水，一滴都没有。你要再这么用，我们早晚都会被渴死。吵什么吵？厨房不是还有水吗？再说了，你打算在这待一辈子？大哥，我们是要逃出去的。逃？你告诉我，怎么逃？走开！孩子哭了。你也想喝奶吗？跟我下楼。干嘛？你要不想被渴死的话，就跟我走。那孩子怎么办？一会儿还得喂奶呢。
什么东西？什么什么东西？拿出来！哺乳期间不能抽烟。操！偶尔抽一根会怎么样？孩子又不会死。你有病吧？操！神经病！上天台，赵子文不行，我得自己逃出去。喂，你松手！你放了他！你松手！我受够了！你放开我！我受够了！上！你自己看清楚，你好好看看，这大楼周围全是活尸，怎么跑？怎么逃？你赶紧去给我找吃的，快饿死了。这给你，有事呼叫我。喂，
里？你说话。喂，喂，喂，说话。Thank you.
操！我他妈刚回来就碰上这么一个大美妞。但是呢，还有一件事，你猜我多长时间没碰到你了？2年。老子在监狱里2年都没碰过女人了，外面的世界又他妈变成这样，我还以为我这辈子都碰不了你了。但是，你看现在呢？我是从那边过来的。
我真他妈有个难民营啊，离这不远，就不到30公里。饿了吧？来，你还好吗？嗨，没事儿，挺好的。可是谢谢你。啊？谢谢你，逃跑的时候还想着带上我的女儿。我。我应该谢谢你才对。要不是因为你，现在被咬的就是我了。其实刚睡着。很难吃吗？没有啊，很好吃。只是很久没有吃过男人做的饭了。孩子他的父亲经常给你做饭吗？其实那个孩子不是我。怎么说呢，我就总之我就是刷爆了我的各种信用卡，欠了很多的钱，我就把我的肚子借给了一对不育不育的夫妇，然后他们借给我一笔钱，我就用这笔钱还了信用卡的账。
哎，其实我就是助人为乐，帮助他们实现愿望。那你现在……哎，对了，我发现你唱歌的时候还蛮帅的。你刚才唱的什么歌？挺好听的。这首歌是倩儿的妈妈生前最喜欢的歌。倩儿出生后，她只要一哭，她妈妈就会拿这首歌哄她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你拿去。算了，这两天我也戒了，不能再造成污染了。如果再来一次毒物，咱们俩可就真跑不掉了。你还记得毒物刚发生的时候，新闻里说的被活尸咬了多久以后会变异？好像是72小时之内吧。我们逃出去吧。现在只有2天时间了，我有件事要求你。如果这次我们能成功逃出去的话，请你一定要照顾好我的女。现在最安全的就是5楼和6楼，我们可以顺利到达4楼，但是3楼楼梯口这儿已经断裂，我们必须得从4楼穿过走廊走到左边楼梯口，然后才能下到2层。可是2层这个位置已经被一扇大门牢牢锁死了，我们也必须穿过2层走廊走到右边的楼梯口才能下到1层。最难的就是1层，现在已经被活尸围得水泄不通了，所以我们只有硬闯了。硬闯？你疯了？事到如今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。那我们逃出去以后去哪儿？早点休息吧，明天早上一大早天一亮咱们就出发。秦全力，对，秦全力，他不是从南明逃出来的吗？他应该知道往哪儿逃。你信得过他吗？
我的小美妞啊。南明营在哪儿？哎，不是美妞，这大晚上的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？你老公呢？我他妈问你南明营在哪儿？我操！哎，是不是你老公已经变成活尸了？然后没人满足你，然后你就跑到哥哥这儿来了？少他妈废话！妈的，我他妈问你南明营在哪儿？那是不是我确认不对？当然有了。那你为什么逃出来？这个难民营啊，戒备非常森严，物资非常充足。要不是那帮孙子管制的太严，就太他妈完美了。你真的去过？当然没去过呀。虽然呢，这个消息啊是我听来的。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，绝对的千真万确。怎么证明你说的是事实？这个我没法保证，你只能自己赌一赌。带我们过去。这倒不是不可以，可是我为什么要帮你呢？Thank you.
怎么了？哪儿也别去，就在这儿等我。照顾好我的孩子。胡柏林，你不能这样，这样你会死的。胡柏林，我已经死了。老邻居们来了，耽误点时间，但是我他妈没找着我这鞋码，你看。二货，慢慢砍，多杀两个。
这首歌是亲儿的妈妈生前最喜欢的歌。
出息。妈，给我受够了，受！你好好看看，大楼周围全是活尸，怎么跑？怎么逃？我不能冒这个险。冒险？我们现在不是冒险吗？大楼里还有多少东西等着你去找？就算我们不被活尸咬死，也会被活活饿死的。你不逃，我自己逃。放开！你个懦夫胆小鬼，你连老婆的狗都不要，你凭什么让我救你吗？你跟你孩子一起死在这儿吧！你以为我不想离开这儿吗？从我刚发生的当天，我就想带着我的妻子和孩子想逃出去，可没想到我们刚到一楼，就被一群活尸给围住了。你先冷静一下好吗？刚才飞过的侦察机，这说明救援部队正在努力地搜救幸存者。